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这么好的天不求快递，对不起媳妇儿对我的厚耐呀。排骨怎么卖呀？16.8，19.8，啊，15.6好吧。来2斤吧，这个。20斤的大米。20斤的大米，我尝点小的。尝点的，就我在你家这儿买过一回。好像是这个。前两天啊，有一位粉丝朋友留言说，让我做一道大菜。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大菜是什么菜。那按我的理解呢，可能就是硬菜。正好今天是周日，老婆孩子都在家，我买了2斤多的排骨，做一道红烧排骨来给他们改善一下，也算满足了一下那位粉丝朋友的要求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另一个菜啊，另一个菜是吃肘子那天晚上剩的，叫民间一锅出啊。那么一直放在冰箱里没有吃，那么一会儿热一下，走起。焯水5分钟，一定要加热水，过过排骨就可以了。大火烧开，倒入砂锅当中，再小火炖40分钟就 OK 了。调一下味儿啊，红烧排骨就做好了。看看你来了，你老妹儿老高兴了。嗯，头发我再去整整吧。这啥？我不是吃完头了吗？嗯。我的妈！我以为没吃头呢。你们俩吃这个菜啊？嗯。你说上次。啊。因为你拍照就行了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英语。有人读不？你死过多少？忘了什么呀？那我一儿童节，我真高兴。怎么没有那么？还可以玩，不用写作业，就在我们做操的院子里呀、啊。不用语，是不是？这你姐姐来了之后，你这打开话匣子了，这顿唠啊。我妈妈也变成话匣子了，我姐姐也变成一个话匣子了。好渴，我都勉强我的芭比娃娃喽。嗯，你们都别说了。我都知道黄金神龙可以把霸王龙给打火山里头去。什么暗黑神龙是不是？什么黄金神龙？不耐烦呀。我还见过我姥爷抽烟呢、嗯。我姥爷都抽烟。嗯。合影呢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雕的，那啥，他是真人。不拍了。跟老外合影吗？嗯。你现在哪天几点睡觉啊？12点多。晚上6点多起床。你睡太晚。嗯。家里10点就肯定睡觉。十点我还上课呢。一个姐。Stop。完了，想想。妈妈，你吃不了了，我吃不了了。你就是赵阳。嗯。嗯。不是机器人，是超人。啊，超人。什么慢？速度慢。
裤衩穿上面那个。马特曼，马特曼是不是？马特曼，不知道是快不快，马特曼。